我知道，我知道，很长很长，头发胡子很长，时间没有见到，没有见了现在就是可能15、16、17个月可能我没有见，我没有看我的理发我不需要我，因为就是第二次我有很长的胡子和现在我有我的工作在我的房间，所以不需要去不需要出去和不需要见面别人。那我的机会就是在我的课就是在电脑，所以没问题我没有理由剪我的胡子，我的公司没说没有说你应该剪而钱。我的胡子还是你没有工作，所以就是和常常怎么说？每天我的胡子不麻烦了，不乱，很乱，没有就是有可能可以我说结构，所以一个structure 就是不乱了，所以如果我的胡子很乱。和没有不好看，我知道有些人不喜欢很长的胡子有些人不喜欢很长的头发但是我有，现在我可以转 grow 我的头发，所以现在我要我的头发。如果我没有用，我没有能怎么说，没有 ability 没有能力，为了。有长的很长的头发，可能之间我剪我的头发，所以现在我要和可能1个月、3个月以后我剪我的头发和胡子现在是怎么是7月不是7月6月22号2023年现在。夏天开始所以明天昨天明天昨天昨天是怎么说 solstice 热日，所以就是夏日是夏是夏至，对不起，夏至就是 summer solstice 和如果可能您不听见，现在怎么我要说蝉，所以就是一个小的昆虫。你知道，如果你住在北京，你知道哪种昆虫？我说了知了、蝉，知了，所以就是一个小的昆虫，和它们有一个独特录音、独特声音。所有的天每天和现在到9月，他们结束了，但是这是一个标志现在的天气非常热，很热所以每天可能10点到7点晚上，他们有他们说他们。做他们的声音所以不太麻烦了。我喜欢就是平常的北京生活，就是自然声音，自然办法，所以不是不大问题我不喜欢他们，所以就是现在我知道天气很热，和湿度和温度非常高了这个夏天我没有课，我没有中文课，我要休息一下可能两个月，所以现在是6月、7月、8月没有课，可能在9月我要再又开始又参加。中文课，我的老师说了，我的发音、方言、声音和我的声音
一点点提高了，所以我就是很骄傲，非常好啊！所以我的中文声音还可以。我知道我的语法不太好啊，就是比较英文的语法和我的声音还可以，但是我的语法结构还麻烦了，可能一点点麻烦了啊。我的流利还可以，所以现在我可以说不非常快了啊。和如果别人，我的老师还是老人啊，或者别人他们说非常快，我应该听见很努力，很very closely， 我要听见他们的说话啊，所以因为我的脑子，我的脑袋翻译啊，所以他们说我翻译，他们说我翻译和有些词我不知道，所以有的时候这种 situation 就是情况开始这情况到了。我应该问他再说一遍，对不起，不好意思你说什么，所以你的意思是和等等，所以就是中文的办法，中文的有些词如果你听不懂不明白和不听清楚他们的意思你可以说不好意思，可以再说一遍哪种词，哪词你说所以就是词这么写我没说这么写这词，因为所以他们写他们在他们的手上，我不知道可能我可以用我的手机，就是还可以，所以他们给我可能拼音，还是如果我要正确的中文可以写跟你的手指和然后我知道哪次哪汉子他们说话所以现在我一点我是高兴跟我的中文水平我的流利还可以，我的词汇还可以我刚刚开始学习赫斯克六 HSK 汉语水平的考试第六级所以我现在我复习每天我复习他们的山卡，所以赫斯特六山卡，我知道赫斯克就是 transcription 所以internet 网就是英文的词，但是中文 denized 中文说话所以就是一样的赫斯克六个词汇，我现在复习每天15分钟20分钟左右和但是我没开学习本书，所以第六集本书我没看，我不要看一点点麻烦了一点点太高了如果实际上我没结束我的赫斯克第六集的本书，我要结束他们的本书，然后开始学习第六集本书我不着急现在我有休息和我有旅游，这夏天我有下个星期我去加拿大和所以如果三个星期以后我会来北京我会来中国然后我回来的时候我要继续学习山卡和可能9月10月开始学习六级的本书，但是实际上我要六级的本书，就是我不要太多的东西在我的房间，我的房间是很小的所以和我有很多中文书我没看余华刘慈欣等等，所以我有很多中文的文化的本书，很多中文的本书可能怎么说不是历史novel 小说，
所以中文小说我有很多中文小说和我没结束看它，所以我应该开始没有问题，没不大问题，所以九月以后九月的时候我也要开始学习第六级汉语水平的本书。现在结束，就是所以在说今天是星期四22号六月2023年，所以今天是端午节，我忘记。我住在中国八年六九年，我忘记端午节今天，我忘记，我不知道为什么很平静，我说安静，为什么？平静和安静，为什么会？所有的人在哪儿？他们休息一下，他们可能去离开北京和有旅游。我 ，oops， 忘记了。好，没问题。好，谢谢你为了你的看见，为了你的 attention 和下次见，再见，拜拜。